上星期在广东东莞石龙镇的一个购物广场，一名身穿桃红色的女子在提款的时候，怀疑因为柜员机食卡，竟然徒手将它拆开。期间有大量路过的市民围观，有商场人员见状即刻报警，而公安就表示这位女士可能有精神病，现在已经被关押治疗。